哎呀，这个雨好大哟！还沉呀，还沉呀，还怎么还？哦，二十斤的物料，二十斤的物料，哦，这雨好多呢。你们看这个鲤鱼好漂亮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鲤鱼，二十斤零五两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妹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朋友送了条二十斤的大鲤鱼哈，我们今天来做几种口味的，总有一款你们会喜欢。开干！哦，抽条鱼鳞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不要丢了。去掉内脏，你们看这个鱼盆有好大，来嘛，鱼子都有三斤，这要是鲟鱼子就值钱了哈。来嘛，抬一下边口，哎呦，鱼好漂亮。你见过蒸鱼脱骨没有？今天见到了。嘿嘿，你看，排骨分离。鱼头、骨架用来熬汤，取下鱼腩，鱼腩割刀剁成小块，里脊切成坨坨。你看这个纹理啊，就像四文鱼一样。葱姜、盐巴、鸡精、料酒、红薯淀粉，搅拌匀。过了这个粘稠度，稍微厚一点就可以了。再腌制20分钟，鱼鳞、盐巴。盛出，搓下去腥，加入清水，鱼干备用，用厨房纸吸干水分。阿公，点火啊！然后再开干，烧油，油再下到鱼块儿，小炸一下，炸至两面金黄，捞出来备用。鱼鳞裹上干淀粉，每一片都裹到位，将就这个油在鱼鳞。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，盛出来，趁热撒上椒盐，点缀香菜一根，椒盐鱼鳞送给你们。阿哥，你喜欢喝茶的嘛？我给你买个煮茶机。这个泡茶都好有精细哦。这个不仅可以泡茶，还可以煮咖啡。你看嘛，这个还有滤网的，而且你喝茶就方便了。这个泡有点贵哟。阿哥不贵，我是在德沃上买的，他们家的小家电啊，品类齐全，颜值又高又实用，而且最近活动力度很大，我这个买起来才100出头。点主办方链接下载德沃，现在还有限时补贴，很多大牌啊一元就几乎秒杀了。好，那我们吃完叫我用一下嘛。要的。先来姜蒜，青红椒段，再加点肥肉润滑锅，烧油，来点肥肉，小火煸炒出油脂，放到葱姜上爆香，下入豆瓣酱。锅边放了料酒、鸡汁、蚝油，下入鱼块，翻炒均匀，下入两罐啤酒，再放点鸡精摆上提鲜，撒开转小火煮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再放点青红椒圈点缀一下，再大火收汁。要得了，七哥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啤酒鱼块送给你们，再腌鱼腩、盐巴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。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，烧油，再加点猪油，下入姜蒜爆香，猪肉酱、海鲜酱炒出酱香味，来点蒸鱼豉油，下入腌好的鱼腩，放到灰门，加入清水，烧开小火煲20分钟，这个就好了。哦，再撒点葱花，点缀香菜，鱼腩豆腐包送给你们，就这个一鱼三吃，我厚积点皮，你买个小红心你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爱你们喽！来呀，我去，要得很干，走。这个烧的绝对趴得很香，所以这几个菜全部都合你口味。这个还灰门，要有点趴。那个还有个下酒菜，吃点灰门的。对，灰门绝对巴适，千滚豆腐万滚鱼哈。哇，哎呦，鱼都红红眼了，我跟你讲，那鱼都特别巴适。脸上都绿。那这三个菜哪个最巴适？都巴适。最喜欢吃这个啤酒鱼啊，以后天天给你弄。好、啊，哎，吃过鱼皮了没？那玩意儿上这个鱼鳞，脆的很，你尝尝，咬懂不？嗯，你，哎呦，嗯，好吃，吃饱没嘛？吃饱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先付了，就给我们，我大妹，我大妹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